主料：紫苔500克，冬瓜500克。辅料：腌肉料、料酒、橄榄油、冰糖、陈皮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紫苔提前用腌料腌制半天。锅底抹适量橄榄油，取适量陈皮切丝，冬瓜切块放于锅底，撒部分陈皮，紫苔放于冬瓜上，加适量料酒、适量水，加冰糖，再撒陈皮在肉上，盖盖出水后转小火半小时，再焖10分钟开盖，很香。但我水放多了点，还没收干。烹饪技巧：水可以少放些，打击锅没有出气孔，水的消耗比较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